Hello， 你哋好，我在山上，我是 Gary 啊，今日我哋行多石饼，记得订阅我频道。我在山上，我哋今日咧由峨眉沙新村咧行到水泉澳村，全程2.4公里。咁呢个山咧系比较难搵啲嘅，适合行嘅，所以咧有啲路况咧唔系咁明显，同埋好多杂草，最好着长裤啦。如果着短裤就比较冇咁好啦。系啊，仲有咧，行呢个山咧，个暴晒指数几高下嘅，因为冇乜地方俾你遮阴嘅。好啦，头先我喺对面巴士站落车，我由新城市广场巴士站。好啦，我哋今日行牛皮沙多石山，呢度牛皮沙街啦，呢度。系啦，牛皮沙新村。好啦，嗱，前面咧就见到个牌，右手边咧拆埋干新村，左手边咧就牛皮沙新村。我哋由牛皮沙村上，咁咧就呢条斜路上去啦，上呢个牛皮沙。今日咧就短短地玩下啊！好啦，我应该由呢条路翻过去，系有丝带喺度。好啦，头先我由呢度骑落嚟。好啦，由沿住呢条山路上去。唔系，都有楼梯啊！前面都有絲帶指引嘅，我哋靠右邊行呢邊。啊，絲帶，好絲。好啦，原來都有絲帶嘅呢度。唔係冇嘅，不過呢個山咧應該比較冷門啲噶啦。哇！呢度好多三年啊，不过未熟。中意食嘅呢轮咧，
哎，上嚟呢度啊，好多啊！不過嗰度有條繩，其實唔需要啦。好啦，呢度咧都幾直幾高啊！呢度要用手攀爬嘅。呢度好似有個機槍堡喎，係咪呢度咧？啊，係呢度。哦，呢個機槍堡。哦，烂晒啦！好啦，我哋呢度咧可以望到去大老山隧道，同埋嗰度恒生大厦个宿舍啦。恒生大学，哇，嗰度就系港元村啦。系啦，呢度就系、是。咩啊？咩院啊？死啦！唔记得咩字，忘记咗添。呢个先系我都唔记咩院添。唔紧要啦，小益园嗰边啦吓。好啦，我哋继续上牛皮沙顶。是啊，好，应该睇呢度系咪牛皮沙顶啊？应该好啦，应该呢度系牛皮沙顶，165米高。到啊！好啦，呢条路咧就由嗰个大老山隧道巴士转车站咁上嚟嘅，叫咩谢咧？唔记得咗添。啊，嗰、那个应该多石顶啦。前面嗰嚿石咧，前似一个，好似有个女人孭住个仔咁，即系好似望夫石咁。多石顶未到，可能嗰边先系跳多石顶。好啦，应该前面个多石顶。我哋继续行，都系流沙对石。
都幾善嘅，哇，好靚喎呢度吓。好啦，呢度係多石頂，海拔250米高啊。哇，哇，都幾靚喎，唔錯喎。多石頂，好啦，你行到呢度咧，有一个又系机枪堡嘅 TP206，呢个好似算位得更加犀利喎，有人写咗206，系啦。这个位好像比较小一点，不知道是不是烂晒。OK， 我们继续上顶。上面那个不知道什么顶，没有名字的山。好了，上到的位置呢，左手边都是多石的，右手边呢有个 shortcut 的。我们行回原本计划的路线呢，由多石的落到去各草教会道，再行去终点站水泉的村。我们行到光背顶附近呢，队友说不想有这条路下去，那我们就接返返走返 shortcut 条路下去啦。
好密，好痛的腳，係咪？唉，好麻煩喎！你冇著長褲，唉。好啦，行到呢度有条绳，应该有啲难度嘅咁样讲。好啦，我哋落到水前铺啦。好啦，又到拜拜时间啦。之前我拍片动力，俾个 like 我，仲有记得 subscribe， 分享我频道俾你朋友仔啊。记得揿钟仔啊，有新片会通知你。好啦，拜拜啦。